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啊，又来爸妈这蹭饭了啊。然后今天这饭呢，做的特别的丰盛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一大锅鱼呢是这个胖头鱼啊，5斤的胖头鱼啊给做了啊。今天呢吃鱼啊，然后对，这是饼啊，妈说的对，叫鱼头泡饼啊。然后这块呢还有这个鹌鹑蛋呀，啊，这个面筋呀，是吧？豆腐，这个鱼配豆腐啊，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毛豆、花生米什么的啊。当然呢，我们也没空手来啊，我们买了一个这个大桶椰子啊，这夏天喝呢挺凉快的，这是冰镇的啊。每次来妈这蹭饭，这心情都特别好啊，因为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用我们做饭，省事儿；还有一个关键做的好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哎，没事就来这儿蹭两顿饭吃啊。然后没想到爸妈这儿还特欢迎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没事就过来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我爸妈做的这个啊一锅鱼怎么样呢？你们觉得这饭丰盛吗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每天。